那第一盏这个就是我们的 Aperture， 那第一盏这个就是我们的 Aperture 300D Mark II。好了，那第一盏就是我们的 Aperture 爱图四代。第一盏就是，那第一个我们要来测试。那第一盏我，第一盏这个是 Aperture 的 300D， 那第一盏这个是 Aperture， 那第一盏这个是 Aperture 爱图四的 300D Mark II， 这个是我超喜欢用的灯之一啦。这一盏是 Aperture 的 300D Mark II， 这是我非常喜欢用的灯之一啦。那第一盏，那第一盏这个是我们 Aperture 300D Mark II， 这是我非常喜欢使用的灯之一啦。所以，那第一盏这是我们 Aperture 300D Mark II， 这是我非常喜欢使用的灯之一啦。它这个目前这个组合售价差不多是$1000左右。下一个，这个我还没有开箱呢，才刚到货。这个是 Rollway。那下一个，这个还没有开箱，这是 Rollway 若位。那下一个，这是我们的 Rollway。那这个，那下一个，这是我们的 Rollway 若瑞350。那相同，这两个都是300跟350瓦，相同差不多的瓦数啦。但是这个只要$100，3000台币。价钱差10倍啊！下一个这是我们的 Rollway 若瑞350，那跟刚刚的300D 也是差不多300瓦的瓦数，但是价格只要$100啊，超便宜的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啦，因为才刚到货，我们也不知道到底用起来怎么样。OK， 那我们的盒子里面有 ，OK， 那我们盒子里面有说明书跟合格证。OK， 那盒子里面有一些 ，OK， 那盒子里面有一些说明书跟合格证。OK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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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盒子里面有一些说明书跟合格证。盒子里面还有一个，盒子里面还有一个遥控器，盒子里面还有一个遥控器跟一个电源线，盒子里面还有一个遥控器，盒子里面还有一个无线遥控器跟一个电源线。接着就是我们若瑞350的灯光本体啦，哇塞，拿起来就好。那接着 ，OK， 最后就是我们灯光本体啦，前面还有一个保护罩的部分，哇塞，全塑胶材质，轻量化，这整个超轻的。我们来看看两个重量比较一下。